因于此，不行三世因果，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，也不知死后向何处去。这是愚痴造成，不相信三世因果。三世因果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三世因果的原理是什么？弥勒菩萨跟我们讲得清楚，三世因果是我们的念头，就像这个电视的电影的这底片一样。前面一张是过去的，这是现在的，这是未来的，这就算是因果。放在电视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，三世因果跟你变换24次。你不知道啊！弥勒菩萨讲得更清楚，事实真相：一秒钟转动多少次？1600兆。前念不是后念，后念不是前念，念念都是独立的，念念都是虚妄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了不可得了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在大定当中才能看到。极其深的禅定，可以把心住在一处，就不动。实际上，自信本来是这样的。慧能大师给我们说过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只有不动摇。”你极其微细的动摇，他都知道。我们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是大动大摇，所以呢，微细动摇反而不知道了。这世间一般人讲心浮气躁这心浮气躁是大风大浪。大风大浪之下了，用小的、细的、微细的波浪不能觉察宇宙的形成是极其微细波动而造成的。那么，这种极其微细波动现象被现代科学家看出来了，量子力学家。这一下证明佛陀在3000年前所讲的这个微细的相一点都不错。3000年后科学家把它证明。科学家告诉我们微细念度频率非常之高，就是非常快速。没说出数字，弥勒菩萨快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了？一秒钟，
这个波动频率1600兆啊，这就比科学家还厉害。科学家说不出数字，就是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。啊，佛能把它频率说出来。所以你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三世因果。前面、今年、后年，这就是三世因果。